杏仁海马前额叶是这第一道抬头纹，第二道这叫做川字纹，中间我们不先不理它。第三个叫做鱼尾纹，它是会沿到后面的脑户穴的。再下来这个法令纹会往下掉到这个我们称为扑穴笑穴的气色穴。好，然后最后面才做这个所谓的心轮。好，我们看。现在解决的正就是纹路的第一道。就是从前额叶中心一路做到杏仁海马前额叶，我这个标的在疏解杏额叶的释放，却刚好可以做到改善你的面纹啊。曾经有一个朋友来，他在教我的朋友说怎样做面部的按摩，他说很简单，你讨厌什么纹，就用力把它抹掉，用指腹就好。如果这篇可以公布有多好，来，顺势从中心往旁边抹，抹掉什么？抹掉前额叶的累积，抹掉杏仁的累积，情绪的哈，抹掉海马回的累积，管记忆的哈，一起抹，一起把它抹掉，同时把好多好多的过往把它释放掉。来，接着我们要解开第二道叫做川字纹。川字纹其实是从睛明穴往上到攒竹穴，我们先处理两条就好了，左右这两条，这两条如果往上走，走上来这个位置叫做滑车，滑车上有动脉、静脉、神经是这样子往上走的，所以讨厌你的川字纹，不只要把睛明到攒竹往上做，还得继续往上，继续往上，一路通上来。就像很多人尤其是男生，很多人喜欢头发往后梳，有没有？就是做带着一点指甲尖，这样子往上梳上来，这样子可以改善你的第二条纹路，同时也释放掉什么呢？这个叫做攒竹穴，就是什么眉头啊。想想李清照整天思念老公呢，却下眉头又上心头，下了心头又上眉头，忧之所需聚就在这个眉头的地方。我们把眉头松掉，就是松掉所有的忧心部分。好，这个眉头把它打开来，这个面纹川字纹会改善很多。因为这个纹路就是这样子上来的哈。附加一条，就是眼窝上动脉，对。眼窝上动脉让它也上来的话，那么可以改善偏头痛，因为这边的动脉要上得了头，静脉要上得了头，还有神经也要上得了头。好，接着我们要做第三道的鱼尾纹。鱼尾纹怎么做？关键在前面的印堂穴，印堂穴就在两个攒竹之间，把它点开来。点开来以后，来对应着后面的最高处的最凸起，如果从侧面看会很明白很明显，最凸点的脑户穴，这是我们后仰跌倒必摔的穴。这个后仰跌倒必摔的穴如果能够做得开来，那么这个环纹就会开，这个横环一开，你的一睡眠品质会改善。为什么它叫做脑户？之所以叫做脑户，就是因为它是大脑的门户，这里如果伤到了，那么自我疗愈机制会不断的去冲撞它，冲撞它，冲撞它。就比如说你睡觉睡到一半，就算你睡着了躺平了，你就忍不住会去抓头。那其实是一个自我疗愈机制，
自我疗愈机制使得你的大脑无法休息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，我甚至吃的史蒂诺斯还是睡眠品质不好，因为大脑没休息。然后它跟前面的硬糖之间，有一个横向的肌肉素秩序，这边如果一卡来，当然就黑眼圈就来了，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嘛。所以第三道的纹路，当然我要小心的尽量做到不要碰到眼珠子，手一定要干净，可是中间关键点的印堂要点开，眼角要点开，然后沿到后面，于是连鱼尾纹都可以都疏松掉。在鱼尾中疏松掉，不也就是刚刚我讲的杏仁海马又再次疏通到了吗？接着下来，我们走第四道，第四道叫做鱼纹，这个叫法令纹。法令纹是从刚刚的印堂这边开始往下，切过嘴角，这叫做地仓穴，终点会走到这个刚刚我有提到的锁骨跟胸骨骨连接的位置，这两个叫做气色穴。气色穴之所以为气色，它就是气情绪的卡到的地方。多少人在我解开气色穴的时候崩溃嚎啕大哭，因为它就是哭穴笑穴，这个一解开，人的情绪就会比较宣泄了。好，再回头，我们还有一个穴要做，这个叫做自在纹，我命名为自在纹哈。我一个同事建议说要做是抢颜纹，是为什么叫抢颜纹？抢颜欢笑的抢颜，原来这边有一道肌肉叫做笑肌，这样是咬肌啦。好，现在开始，请多体会一下你嘴部，主要是口部为中心的肌肉，尽量去给它做活动，配合着我的动作，做嘴唇啊，这个附近的肌肉的调整。这里牵涉到什么呢？刚刚我说这边有gay掰中心哈，有砍拖中心哈，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抢颜中心。什么抢颜中心？很多时候我想哭不敢哭，睡觉抿着不哭。哎，要不看一下我表演，拍过，对不对？纹路会出现一个想下垂，却有一个纹路在这里。还有另外一种笑，还有一种情绪就是，我明明不想笑，为了表现我是很亲民的，我很有人缘，我为了得选票。好像中华民国有某任总统常常出现这样子的笑，来画面请带我，就给哈，好，这就是强颜欢笑，一种是抿着嘴不敢哭，一种是抿嘴而笑，这样子都是会造成我们心灵的压迫的，把身体把它松掉，如果都松掉之后呢，我们就比较容易得到比较自在的容颜。所以我才说叫做自在纹。我的同事说，好朋友说了，如果已经自在没有纹路，又何来自在纹？所以他认为应该叫做抢颜纹，就在这里，就是笑肌被压迫。最后面来就是刚刚提到的，释放掉所有的怨，释放掉所有的愧，做自我觉知之后，从眼到鼻头到心，这叫做眼观鼻，鼻观心。如果说这里是觉知的 mind， 这里可能就是生命的灵魂，这个叫做 soul。 从这里清醒的觉知到自己灵魂的拯救，这就是两颈做经络，最后面最微妙的这一步叫做面纹释放法哈，面纹与额叶的释放，来整个走五遍，从前额叶到杏仁海马，到川字纹梳上头，
第三个到鱼尾纹饰，从印堂到眼角到后面的脑户，脑户不要忘记点点，因为这是很容易受伤的地方，这个改善可以改善你的黑眼圈，可以避免你的鱼尾纹，更是会影响到你的杏仁海马，也就是你的情绪和记忆的部分。好，来第四道就是法令纹切到七色，好轻松了哈。所以第五就是嘴角，所谓抢眼纹，最后面没纹路了，叫做自在纹，都不对，没纹路的连自在纹都不必了，就是自然的微笑。最后一道，眼观鼻。